淘气包里奇，42，最好的南瓜。爸爸，万圣节快要到了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南瓜灯吗？好的，明天我们去南瓜园吧。我会找到一个最好的南瓜。好多泥呀！幸亏我们穿了靴子。爸爸，快帮帮我，我的靴子出不来了。我来帮你。这个南瓜怎么样？这个太小了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太长了。就是这个了，最好的南瓜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个真的很大。做南瓜灯真有意思。对不起，宝宝。没关系，里奇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看起来好可怕。我们把它放到门外面吧。